顾，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呢？顾先生，就认识了一个员工。顾，她是个女的。老板，您能帮我一下吗？你对她有感觉？我是想让您帮我端个菜。啊，上次更新完之后。 我总觉得我的心脏更加不稳定了。老板人看起来有点古怪。老板，我帮你收拾一下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的。这应该不是我弄的吧？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倒霉。哇，你的心。 就像一颗陨石，嗖！下一个。你能不能多笑笑？一、二，下一个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平稳我的数据吗？我可以把你机械心脏的内置灯换成粉色。